受到疫情的影响之下，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包括公立幼儿园延后四天，到2月22号来开学，并规定开学之前要做好校园清洁消毒工作。今日南投县政府教育处处长罗正伟就来跟南投市滨湖国小了解学校的防疫措施，关心校园防疫物资准备状况，希望学童开学了后有一个安全清洁的校园环境。为了确保开学进程校园的环境安全，完毕的防疫作业，以及保障学童的健康，各级的学校这几天都积极在进行校园消毒的作业。南投市滨湖国小动员学校的教职人员，在学生开学进程，把教室和校外环境都认真清理一遍，彻底维护学生的健康。我们今天是全校的老师都来到学校来，科任老师负责，还有吉恩老师就负责各自的一个教室，那市公所呢也来消毒我们学校周边的环境，那学校的一些公共的场所呢，就由我们的总务处的工友先生一起来做一个消毒。那我们预定自己班上的消毒大概一天可以完成，那我们学校的公共区域，我们的工友阿伯大概就是这四天到明天下班之前，他一定要全部完成。为了加强校园防疫的措施，南投县政府请各个乡镇市公所在开学进程进行校园周边以及校外公共区域环境的消毒。今日南投县政府教育处长也特别到滨湖国小来关心校园的防疫措施状况，并且提醒学校开学了后应该加强宣导，要常常洗手，落实疫情通报的机制，确保南投县的教育环境安全无遗漏。这几天的话，大概各个学校都已经都陆续通知老师们回到学校做一个环境清洁打扫的工作。那学校也会针对说所有的孩子在进入校园的时候做一个量体温的动作，那我们也希望说家长们能够很放心的把孩子送来学校，那学校这边也都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工作，那我们也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迎接新的学期的开始。为了协助学生临时为身体不爽快的状况发生，教育部已经配送嘴安和国校以及幼儿园，同时教育处也提供详细防疫规定。开学了后的两礼拜，学生进入校园都要量测体温，并且配合每天的清洁消毒工作，加强校园舒心卫生，希望做出好活动，会当有一个安全清洁的校园环境。记者刘伟林采访报道。